继续来看咱的外交部，今仔日是甲咱的邦交国来签署着合作意向书。等这个疫情过了后，咱若到加勒比海的邦交国去游览，唔那有导游带咱畅水味，阁会当食到当地大龙虾。风景真水，海边啊，予人看个足想要出国的。其实这是咱太平洋加勒比海友邦圣卢西亚，清澈海水予介意畅水味的人足期待来只爽的。这边海上活动啊，或者在水面下活动都非常的赞。那其实像是在圣文森那边，还有一个场景，电影场景是那个《神鬼奇航》拍摄地。来加勒比海友邦爽，一定有跳岛的心情。五号外交部和品保协会举办记者会，来和邦交国博留签合作意向书。另外，包圣卢西亚、贝里斯六个友邦已经完成签署，未来会推设观光人才交流，栽培导游带恁来海岛国家佚佗。加勒比海地区吧，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吃龙虾嘛，在那边吃龙虾非常的便宜。现场圣卢西亚有名的巧克力岛、博留的列卡，个贝里斯上名的番茄酱，小盖当地特色农特产。等到疫情过了后，欢迎大家一定爱来到这个景点。